长期活跃于社运及政治部门的丁允恭，关于我的野百合学长们，是写他亲身经历那时代的所见所感。你以为他写的是政治，但他看到的其实是复杂的人性。每一滴水都对于即将倾盆的暴雨有所贡献，然而在每一场大雨后，我们总是都看不清水滴的面目。广场上的嘉年华开启了我们对革命的想象。关于 Y， 他有着诚恳的眼神，低沉的声线，并在话语里载荷着深沉的理论，用最清楚的字眼说出我们为什么要革命。他说，我自己在圈子里也曾是很多争议的，我了解你的处境。没想到最后声讨的联署书出来以后， Y 竟然挂名在名单的第一位。关于 T， 这是 T 最喜爱的事情，用身体，用劳动的方式去感受运动的时间。他说，如果真的流了血，就会让人家知道正言头不是所有的工人运动都是开开记者会原有行动剧。关于 D， 我始终不知道 D 对我确实的观感怎样，也不好直接去问他什么。不过对我来说，他既然是作为年轻时代的内心典型，他对我好或不好，欣赏或是验证，其实也都不太重要。在下一场雨来临以前，有关雨水的记忆或许也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成功的机会渺茫，又会遭受许多的伤害跟挫折，你还愿意站出来改变这个世界吗？